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，她是谁啊？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。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？是啊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儿。你回来的这么晚，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？不是，没有公共汽车了，我走回来的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，她是谁呀？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。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？是啊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情。你回来的这么晚。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？不是，没有公共汽车了，我走回来的。